哈哈，我的妆化好了，一个集中在眼部的彩妆哦，好看吗？今晚要去特别的地方，当然是要画一个漂亮一点的妆哦。还有哦，我要再要去弄指甲了。这边呢，像他们这边的指甲呢，真的是很多彩多样哦，看到我眼睛都花了，到底我要画什么样的指甲呢？师傅说，这个程序叫做刻模，刻模的目的就为了材料跟指甲呢会更加牢固，然后指甲的使用程度就会更加久一点哦。好，你开拍了吗？看到这个小红色的箱子吗？哎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这个叫做光疗，里面热热的，好温暖，还有这个千手观音。 现在在雕花哦，这个是我选的梅花，这一关的话非常巧手艺哦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打扰师傅，让它静静的刻我的漂亮的花啦。拜拜，看到了，把我的指甲做好了，是很漂亮的。 虽然做了很长时间，累哦，不过呢很值得，因为这很便宜哦，而且你看，很漂亮吧？你觉得某样东西很 beautiful， 你可以说漂亮 ；if you like something， you can say 喜欢哦。Inexpensive， 便宜 ；beautiful， 漂亮 ；like， 喜欢。 爱眼睛哦，我可是很讲礼貌的哦，哈哈！中国是礼仪之邦，当然在中国要懂得怎么去说谢谢喽。谢谢在中国是谢谢，谢谢就是 thank you 的意思哦，你记住了吗？